各位善知识，扶狼耶干，朱雀见达，鸡捏死尸，孤肉狼藉。由是群狗进来剥戳，鸡雷张狂，处处求食，斗争扎车，牙才豪飞。这段文是在比贪，前面把这个江郎中从而集其上，聚集在这个分位之上，来比这个众生的痴心，这个痴是很显明的，容易了解。接下来以这八句或十句的这个经文呢，来表示众生的贪心。比方这个贪的道理呀，也是恰到好处。福离狼，塞狼，狼都是很凶恶的，很贪吃，所以人吃东西如果肚子饿得不得了了，吃东西咽得很快啊，假叫劲的狼吞虎咽啊，好像狼在吞东西呀，狼吃东西呀，它一到嘴里就一直咽下去了啊，那么所以叫做狼吞啊，虎老虎肚子饿了吃东西吃肉也是一直啊，对吧，这个咽下去吃得很快，所以来比方这个人饥饿的情形，所以用这个扶狼，尤其以塞狼比贪，那是非常这个适合的。扶离本来是可以比夷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合并在贪里面了，因为扶离他也贪吃啊，也干，跟扶离的样子差不多。也是一种山上的动物，兽类，也是一样四个脚，而它的样子跟狐狸呀，跟山上的野狐大致相同，只是比狐稍微小一点，小一号，那么这个众生的贪心啊，也有分别，有的是力量大的，有力贪，力量小的。甚至没有力量捡人家吃剩余的，那个叫做无力贪，例如世间的那些贪官、做官的，尤其大官，他们这个贪污的情况啊，都是大口大口的吃啊，谁也看不到的，而且他是有伟力啊，有伟势、有势力来贪，这个可以比方众生的有力贪。扶狼，这个狼啊，就正好比这个有力贪了，这个狼很凶恶，他抓到其他动物，那么就是大吃一顿，那么比这个世间贪官，那有势力的贪，那贪得很厉害，那么都吃得很多。野干是一种啊，比较小的动物啊。他的力量很差的，他没有办法自己去找动物吃啊，他都是跟随在动物啊有力量的动物的后边，像狐啊、狼啊，走在他们的后边，捡他吃剩余的，例如这个塞狼、豹子，老虎，他抓到动物在吃，吃不完的，剩下的他跑掉了，那么这个野干呢，就捡他的这个剩余的来吃，这个就是比作这个有一部分的众生啊，无力贪，没有力量去贪了、像那个乞丐啊，或者是有些力量不够的小偷啊，只能偷一些小东西呀、他没有大力量，不能像那个大贪官那个样子的贪法子啊、
所以这是弗朗野干就可以比这个有利滩与无利滩啊。滩来了，他就要享受了。这个朱雀见达，说他们这个滩到的东西的受用情况了。朱是大概的雀啊，粗雀叫做朱啊，细雀就是叫做雀了。慢慢的嚼啊，就是例如说人吃这个好吃的东西啊，要嚼出它的味道来，慢慢的嚼，那薄那薄那薄那好味啊的哦，跟他出这种叫咸菜咸菜骨啊、哦，有吃过咸菜骨不？啊、哦，从前狮头山的咸菜骨那味道真好哎啊，不过在锅里面煮的时候啊，那个味道是臭得不得了啊。那么整个寺庙里面都能闻到那个臭味，这很奇怪。等到饭桌上吃的时候，一点也不臭，很香，而且又慢慢的嚼，啊，闻那薄啊，慢慢的嚼，嚼越久越香哎，啊，越有道理，嗯、啊。所以这个众生贪到东西啊，粗嚼啊，粗足细嚼，慢慢的享受。看有怎么样的受用啊、嗯？众生心还不是这样吗？假如你有多好吃的东西哈，你就会去分别哪一个要先吃，比较快坏的先吃啊，能够多保留一段时间的就保留起来，摆在里面慢一点吃啊。那么他会细细的分别啊，这个东西啊不必细嚼，例如很烂的东西啊，哦就可以咽下去了啊，不嚼也可以咽了。啊，看他想按摩呀，哦。如果是硬的东西啊，他就要慢慢的嚼了，啊、这个比众生啊受用的时候啊，有种种的情况，在这个古著里面是比作有用而取了，啊，有用而取叫做猪嚼，啊，这个他哪来是有用的，那么他就是会慢慢的去享受，见达，轻轻的打叫做剑，重重的打叫做打，就咔去拆了啊、用脚去打了，嗯，很用力的踩下去，那个叫做打，轻轻的踩叫做剑，嗯。从前呢、啊，皇帝太子登位啊，做皇帝啊，叫做建桌，建桌。就是皇宫的那个要登位的那个阶梯啊，阶段呢、啊，一段一段往上爬，啊、那个阶段呢、啊，要上去的时候，慢慢的一步一步，轻轻的，所以叫做剑桌，桌就是这个阶，一阶一阶上去，啊，他登位的时候啊，要规规矩矩的一步一步慢慢上去，所以叫做剑，不能是用大踏步。哦，这个老粗的那个样子不行的，规规矩矩。那、做皇帝也不容易啊，也有皇帝的规矩的。所以他单位就是建桌，就是轻轻的打，往上爬，到了这个宝殿的这个皇帝的这个龙座的那个位置啊。那么现在这是比方说没有用的东西，他拿到了贪到了，他就把它浪费掉了，随便丢掉了，践踏了。就是丢在地面上啊，随便呢、啊、把它啊践踏掉，就是糟蹋掉了啊，没有用的他就随便乱糟蹋了，所以叫做践踏。啊，众生贪心无穷无尽呐、啊，有用的也贪了，没有用的也贪了，好的也要了，不好的也要了啊。客家话有这么一句话哈、哦，出门三千步啊，莫愁米牙好，什么都可以啊。那么出外总是要有东西的啊，有钱嘛当然更好，没有钱呢名也可以啊啊、哦、还有这个做小偷的，他如果半夜到人家的房子里面去偷东西，如果没有偷到啊，光假衰了啊，偷我光假衰了，所以因此之故，他如果找不到东西可以偷的啊，想就少就马后啊，呵呵呵，他没有东西好偷了，少就马后，他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偷到东西光假衰了，他回去要生病啊啊，所以他多多少少总是要偷一点东西，什么都没有了，扫帚总是有了吧啊，扫头盖扫帚啊，青菜马屋啊、哦、
如果再找不到东西呀、啊，少丘也好了，他抓住就走了。所以众生的贪心就是如此啊啊！当然有好的他贪好的，没有好的我随便好啊，有就好啊。那么因此啊，好的有用的他就慢慢的去享受啊，没有用的他就把它糟蹋掉，这诸觉见他。鸡捏，嘴巴张开，牙齿露出来咬东西，那个叫做捏。鸡呀、啊，是像那个狗，抢住要吃东西的时候啊，牙齿没张开，嘴巴嘴唇张开的，一方面在嘴巴里面发出那个声音来，啊，各位看过没有啊？哦，那狗啊，狗它也吃东西，两个狗在抢。在墙的时候，他嘴巴还没张开，牙齿露出来，那么嘴巴里面啊发出一个吁吁吁的那种声音啊，那就是鸡啊。他吃什么呢？死尸，哎，死尸啊，那些动物啊，把例如说虎狼之类啊，他把这个其他的动物咬死了，不是都是吃的死尸吗？都吃死尸哎啊。人如果不吃素的话，他吃那些肉不是都是死的吗？所以呀、啊，如果不吃素啊，把这个胃啊，把肚子就当作这个坟墓啊，当作动物的坟墓啊，动物就撞在这个人的这个肚子里面去啊、那么这样想起来，你会恶心哎，恶心无头哦。吃的都是死尸啊，那些动物啊，他们吃的多了，吃不完了。孤肉狼藉，狼藉为什么叫做狼藉啊？据说这个狼啊，豺狼，这个狼这种动物啊，它睡的地方很乱的，那个草啊很乱啊，吃东西也是很乱的啊，它不会整个吃完的，它都是乱丢的啊，所以这个狼住的东西地方啊，它睡的草也很乱，吃的东西剩下的骨头啊什么的都是乱丢的啊，所以叫做狼藉。假如一个人啊，这个东西乱丢啊，就是狼藉。嗯，那么打猎的人到山上去，他看那个狼睡的地方，看狼吃的东西，他就知道什么地方有狼，他看成习惯了。我们台湾看不到这类啊。那么大陆上呢，深山里面呢，那么豺狼都是很多的，吃不了吃不完的就是随便乱丢，到处都是了，那么剩下的就是那些没有力量的，像狗啊，狗就会抢着吃，尤是群狗啊进来剥戳，一大群的狗看到虎狼等他们没有吃完的那些孤肉狼藉，他就来抢着要吃了，啊，那么群狗就来了，来了就是竞，就是相竞争了，啊，剥，用抓子去抓那个吃的东西，啊，戳就是把它抓住往里拉这样子啊，互相竞争，啊，那么竞争那个吃剩余的东西把它拉进来，啊，抢着要吃，啊，狗都是有这种情况的，狗是很奇怪的动物啊。假如一个人家里养了三个五个狗啊，他看到外面有狗来，他们很团结的，三个五个整个对外，整个对外咬外面的狗啊。假如外面没有狗来了，他自己家里三个五个他们就咬起来了，他们自己的家里就咬起来了。狗是这么个奇怪动物啊，不过这个狗是很有人情的。啊，你只有给他吃个东西呀、啊，他就很认得你呀、啊。他以后看到你就摇头摆尾啊，摆尾巴。他看到你尾巴就一再摇。那么你如果这个狗在你家里过了一段时间，吃了几餐饭了、啊，过了多久他都还记得，他还记得。所以这个狗啊，是叫做很有义，有义啊，他很有义气啊。他如果替人家看门呐、啊。很是周到，他一点也不马虎的，他很尽分，尽到他的本分。但是他们都是贪吃的，碰到东西是抢着吃，外边的狗跟他抢啊，他就完全对外，
没有外边的，他自己家里三个五个，他自己也抢起来啊，也彼此打架，也在咬啊。那么有些种动物啊，找不到吃的东西，鸡垒张房，鸡肚子饿，垒啊，因为没有东西吃啊，就瘦弱了啊，垒是瘦啊，没有东西吃啊，瘦了啊，人嘛连有菜色啊，那么就瘦。张房是害怕的情况，找不到吃的东西，到处东奔西走，那很辛苦啊，处处求食，到处去啊追求这个饮食。这个情况我们世间一般人啊，除掉那些大富大贵的人之外，普通一般老百姓啊，一生从长大了要维持生活开始啊，一直到老到死啊，都是在求食，哎，处处求食，都是为了嘴巴要吃，哎，啊，我们一天吃三餐，还要穿衣服，还住房子，衣食住，哎，走路，那么还有交通工具，那么衣食住行为这四样事情啊，一天到晚就是忙过不休，忙过不休，啊，忙什么？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个嘴巴要吃，嘴巴吃的最多，因为一天要吃三餐了。衣服嘛还比较简单嘞，冬天能够穿得暖不会冷，夏天有的遮蔽这个丑陋的身体就够了啊，那么尤其出家人更简单了，一年到晚都是一样的衣服啊，不必说是什么换季了，情况不一样了。在家人尤其女性很麻烦嘞，每年呢他有一种流行的衣服啊，今年是又是什么样子的，明年又是什么样子的啊，哦，尤其现在的人更古怪的，这里开个洞洞，那个弄个洞洞，那么一天到晚就是弄这个衣服洞洞啊，莫名其妙的，多麻烦啊，多麻烦，何必如此啊，大家如果像我们出家人都好啊，都是穿一样的啊，那么就少了很多麻烦。不过我说这个话，那些开织布公司的那些人又骂我了啊，他们生意做不出去啊，所以啊，这个众生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喂食啊，当然衣啊住啊都有了，但是吃的最严重，一天到晚都得吃啊，如果没得吃他生活就没有办法过了，所以每一天忙忙碌碌过日子，为什么？为吃啊啊。那么这些狗动物它碰到吃的东西彼此抢着要吃，后边两句啊就说明他那个狗啊彼此互相抢的那个情况斗争啊，家里三个五个狗，那么虽然没有外狗来，他们也抢啊，斗争啊，他们也彼此抢啊，有一根骨头掉在地面上，三个狗就在抢了。那么抢的时候啊，他用抓子去抓，抓就是他用抓子去抓那个东西啊，抓到了他自己要啊，不给其他的动物啊车往里拉，往里拉车啊，他们在抢的时候的表态，牙才好飞，这是他的那个脸上的表态啊，牙是什么啊？那狗啊，彼此抢着吃的时候啊，或者是嘴巴含了一个骨头啊，嘴里发出的声音啊，牙才的那个才字啊，也是相同的，它就是嘴里发出的声音啊。从嘴里发出的这个声音啊，牙才好是叫出声音来啊，叫出声音来啊，有的吃啊，他边抢边吃就叫，就是好，如果没得吃他就废，如果他彼此在抢的那个表态就是如此了，龇牙咧齿啊，牙齿好废啊。哦，这种情况这众生在抢啊，喂贪啊，这个很可怕啊。法华文具会议啊，是把这个斗争扎车牙齿好配好废这两句啊，把它比作夷，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比夷啊是好像不大通啊，应当这两句话是连住前面的贪而来的，而且是说明前面这个狗啊彼此抢夺那个饮食的情况的，所以他没有地方好配合这个夷啊，拿这两句是有点勉强，所以我觉得还是以手工白竹灯啊那四句来比夷啊，舍尿处处以下比吃，扶狼以下十句通通比贪，这样子贪嗔痴慢疑五顿时啊通通具备了。
贪嗔痴慢疑，无论是妒忌悲，提色恐怖，变状如斯，这是总结上文，总结无顿时。哦，这个房舍里面的恐怖的情况啊，奇奇怪怪的变状啊，变就是物质里面的种种的变化啦，变出来的那种情况啊，哦，很可怕的情况，贪嗔痴慢疑都满了。嗯，就是如上文所说，如是。如是指上文啊，色指这个欲界啊，我们这个欲界众生无惧杂居地啊，众生在这里贪嗔痴慢疑，那个表态的情况啊，如上文根据那些动物啊来表达啊，就是如此，实在是很可怕的。下面处处皆有离昧魍魉，以下比五力时，五力时啊，就是恶见，恶见分开来，身见、边见、见取见、借镜取见、邪见，这个叫做五力识，啊、嗯，这就是思想上的问题，啊、嗯，众生的思想上、见解上的问题，啊、嗯，升起这种的这个啊、不正确的观念。就叫做邪见啊，那么邪见详细的分开，爱着这个身体的见解就是身见啊，因为有身体的我见呢，由此就会升起这个边见，边呢有无断常，就是偏移一边，偏移有的一边，偏移无的一边，偏移断的一边，偏移常的一边。有无断常就叫做边见，有这个身体，执着这个身体是有后生呢、啊、没有后生呢、啊、有前生呢、啊、有没有前生啊，嗯，有果报吗，有因果吗，那么由此升起执着，嗯，就是边见。见取是非国即国啊，不是涅槃之国，往即以为是涅槃，例如说升天初禅二禅啊，以为是究竟涅槃，那是不是涅槃之国，西王之着以为涅槃之国啊、嗯、借尽取见，不是升天的借，王之以为是升天的借，那就是非因即因啊、叫做借尽取见，简称就叫做借取啊、嗯，总合起来，不无因果就是邪见啊、嗯！不相信因果，不无因果就是邪见。那么下面的那些文字啊，就是说明这个五力识啊、嗯，就是他身边见戒邪五力识，处处皆有离昧魍魉。这个文字一直到后边，如是诸难恐为无量，这个以上啊都是还是属于这一段的文字的，我们边念边讲好了啊、因为文字那么长，不必一段一段的念啊、处处皆有离昧魍魉，处处指这个欲界之内啊、而同时这个邪见呢、啊，无力识是遍于三界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里面都有的啊。总名这五种力识啊，遍于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都有，所以叫做处处。现在虽然是讲的欲界，但是无力识是遍于色界、无色界啊，那么所以叫做处处皆有，处处都有啊。三界之内的众生都有。五蕴、六肉、十八界，这些样样都是有的啊、嗯。那么，如果能悟四谛之理呀、啊，才能超出；否则的话，都是在三界里面呢轮回流转。离昧魍魉，这是一种啊，这个妖怪，
三经啊，下面呢一共连著有三首句颂啊，都是比这个斜间啊，离妹离就是山上的妖怪三怪，按照古书说三怪叫做离，贼怪叫做妹，贼怪叫做妹。例如说一个房子很破旧了，里面没有人住啊，会有一些鬼怪的情况出生啊，那个鬼怪啊就叫做贼怪，那就叫做妹啊。望梁啊是木石之怪，久远的木头也会变妖啊，也会变怪啊，石头久了也会有这个衣草覆摸的妖怪啊，依附而变成怪类，望梁啊，离妹望梁啊，这样东西我四首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模型啊，我从前住在石头山，那么还年纪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到有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啊碰到这种的这个模型啊啊，那晚上跑出去呀、啊、找不到路回来，找不到路回来哦，那个很奇怪的啊。他跑到这个山上去呀、啊、山上都是草，到处都是草，他在这个山上的草里面的到处跑啊，他就找不到路，找不到路，全身都被这个草割伤了啊。等到天亮了他突然之间呢、啊、会醒过来，天亮以后那么这个妖怪就走了啊、这个摩西呢走了，他就会醒过来，那么那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呀、啊、在一个山上啊把那个草都炼成都炼成酱了哦，把这脚打得很乱，那么全身呢、啊、凡是露出来的皮肤啊都被割伤了啊、那么相当的严重。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怪物啊它会把人迷到这个山上去啊，你已经受不了了，倒下来，倒下来啊，它拢一些虫啊啊，那些种种的虫类啊就塞到它的嘴巴里面去啊，叫它吃那个虫啊，那么等到天亮人家找到了，发现这个嘴巴里面都是一些虫啊啊，我从前曾听人说啊，十几岁的曾听说这个山上有这么一种情况，有个人被这个某些呢带到山上去呀、啊、他们半夜找不到路啊，很累了就躺下来啊，那么这个某些呢就拿一些那些虫啊，客家话的臭蔓，臭蔓这个国语我也不会讲，臭蔓，他把它抓来塞到他的嘴里，嘴巴也有啊，鼻子也有，耳朵也有，慢慢的哦，那么好可怕。这种情况在深山里面阴气比较重的地方啊比较有这种情况，现在是比较没听过了。这种的离妹的这个妖怪啊很奇怪的，我曾看一本古书啊叫做子不语，这是根据这个孔夫子说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呢、啊。那么他这个奇奇怪怪的这那些故事啊就题目就叫做子不语。这个子不语的这本书里面呢，他说有个人呢、啊、在深山里面他的胆子很大他跟这个山上的妖怪啊跟这个离妹王梁跟他斗他说有一天晚上看到这个这种的妖精呢、啊、妖怪他来的时候啊是一个分成两个，就是跟这个鼻子正好一半了啊，是只有一个脚，一个脚，那么一边呢、啊、只是一个手，这个手爪子啊跟这动物一样长满了这个毛，很可怕，脸都是蓝色的，蓝色的，头上还有角那么它就是一半呢、啊、两边来这边一半过来，那边一半过来，慢慢走到中间合起来变成一个只是一个脚，它走路一个脚在跳他说这个人呢、啊、他胆子很大他就把他抓来，抓到把他绑起来绑起来的时候啊，他说
绑的时候啊，那妖怪会说了，他说，哎，你用钉子钉我没用啊，啊，最好要是用绳子，绳子才绑得住。他不知道用绳子，他是上当了啊，他本来是要用钉子钉他啊，因为硬邦邦的，他因为是依着这个木头啊，啊，刮擦吧，啊，刮擦刮哈，他是利用这个木头啊来作怪的，他用钉子钉啊，硬当手钉得住了。嗯，可是这个妖怪会说话了，他说你用钉子钉不行啊，你要用绳子绑我啊，绳子绑我才不会动啊。哎，他真相信了，拿着绳子来绑了，哎，绳子绑没有效啊，绳子一绑没绑好了，跑掉了。嗯，那么后来他赶到门外去啊，倒下来啊，就是一个这个刮擦刮、哦、没有什么东西、他是依靠这个一个棺材的盖在走怪了。他如果真的用钉子钉啊，就行了，他就跑不掉了。那么他上当了，他说：“哎，你用绳子绑我吧。”哎，发生这种情况，后来他就跑掉了。这是一种，我认为未必有这种事情呢、啊。他说有些人他胆子大，能够这样子做，是不是真的如此呢？不可靠的事情，所以叫做子不语呀。那么这些怪类呀、啊，到处都有，啊，那么就是比方啊，众生的邪见，邪就是不正呐、啊，啊，那么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呀，哦，那么都是跟这个离昧妄量的这种妖怪情况相同的，啊，夜叉本来就是会吃人的，是吃人鬼呀、啊，叫做夜叉，啊，恶鬼。夜叉是恶鬼之一呀、啊、那么其他的恶鬼世间上还是多得很的啊、那么这些恶鬼呀、啊、他都是会伤害人的啊、吃弹人肉，他真吃人肉吗？夜叉是会吃人肉的，罗刹更是会吃人肉，这恶鬼就包含罗刹之类在里面了，他们都会吃人的。夜叉、罗刹之类的这些恶鬼，他吃弹人肉啊、会吃人啊、这吃人这是很可怕的，尤其在古书里面经常说到这个罗刹鬼呀、啊、会吃人啊、鬼吃人的情况，这个书本里面是有记载的，可以看到。那么实际上啊，世间上人吃人的情况也是蛮多的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你读读历史就可以知道了。中国的历史没到换朝代的时候，天下大乱呐、啊，弄得这个做饥荒，没有东西吃啊。严重的时候都是人吃人呢，人吃人，啊。所以这个历史上经常又写作有这么一句话，人相吃，哦，没有东西吃了，什么都吃光了，兽皮啊，像老鼠了都吃光了，没有东西吃啊，吃人啊，啊，为了要求生存呐、啊，他就吃人，很可怕的。那么历史上我们暂时不说，日正时代，啊，如果现在年纪在70岁左右的人。啊，假如是被日本人呐、啊，第二次大战被日本人征用到南方去，啊，南方的海岛去当军夫，啊，或者是当这个海军公员，啊，去或者是去当兵，啊，那么那种苦差事在这个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啊，也曾有这么一个情况的，啊，那我是没去了，啊，那么我听我山上有这么有人去过的，啊，后来他回来了，他有命回来啊。他是千恩万谢了，感谢这个三宝加倍啊，佛菩萨的护佑啊，他能够有命回来。那么我听到他们回来，当然就是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台湾光复以后啊，我听到这么一个故事，这个人是被征荣到南方，就是现在的印尼了，印尼呀、啊，牛吉尼亚，印尼。他是正在第二次大战最严重的时候，日本人没有这个力量保护那个地方了。而后方的这个补给呀、啊、不够了，没有东西吃，
没有东西吃啊，他们又不敢出来啊，因为天天都逢炸啊，美国队去炸了啊，那么他很苦恼啊，那么就跑到山上去。那么有些我们台湾的人呢、啊、就被征荣到那边去啊，没有东西吃，跑到山上去。山上去后来东西都被吃光了啊，那么他说曾发生这种事情，肚子饿了没东西吃，南方的这个椰子是很多啊，他看这个椰子有椰子可以吃啊，如果有人上这个椰子兽要去宰椰子的话，那得小心啊，啊，要如果不小心的话，您正好爬到椰子兽上去啊，下面这个 一开枪就把你打下来，啊，那你的肉就给人家吃掉了。他说有好几个地方啊，就这样子吃人，台湾的军夫啊被人这样吃掉的恐怕不少的，啊，他就亲眼看到啊。他的同伴里面有这么一个上这个椰子兽去摘椰子，还没有上到兽顶上去，就被人家一开枪把他打下来，啊，就把他的这个肉就把他吃光了。那么像这种情况，那就是人吃人，可怕啊，人吃人。那么碰到那种情形啊，他没有东西吃啊，啊，那真是不得已啊，为了求生存呐、啊，那真是啊，什么办法都想光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啊。那么这个老百姓人相吃，这个不用说啊，有些当兵的维护国家的保守一个城啊，但是被困在这个城里面呢，没有办法出来啊，那么笼得在城里面呢，彼此相什么都吃光了，人相吃，这种情况也是往往都有的。唐朝唐玄宗时代，安禄山造反啊，张衮呢是个武将忠臣啊，最终的武官是与宋朝的岳飞同名的啊，那么同样那么忠的人，这个张衮保守一个小城啊，后边的旧啊补给没有来了，城里什么东西都吃光了，吃光了，但是他要守城啊，外边都是敌兵啊，啊，如果不守住的话，他没有尽到责任呢、啊，啊，但是那些老兵啊，啊，这个部队的阿兵哥通通没有东西吃，都是饿得半死啊，啊，要守城有困难了、啊，没有东西吃了、啊，那么因此张衮呐、啊，很忍心、很残忍的把他的爱妾杀掉啊，把他的爱妾，啊，杀掉。割那个肉啊给他的阿兵哥吃啊，大家也吃不下呀，怎么能吃得下，但是不吃不行啊，不吃没有命啊，实际上张衮最后还是死的啊、可是他把爱妾杀掉给这个阿兵哥吃，多残忍呐、啊、那个时候的人呐、啊、实际上是不把女人当人呐、啊、当菜了，可怕啊、这是可怕，这是大家看着啊，把人杀掉来吃的，还有不知不觉把人肉吃下去的啊！我讲到这里，我会想讲，讲起来心里很难过啊。三国时代，刘备大家知道了哦，魏蜀吴啊，蜀国就是这个续后汉的这个刘先祖啊，刘备，他正在狼狈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地方，还没有得到孔明之前都可怜呐、啊。他得到徐州，徐州啊，结果吕布又征他的徐州，啊，他在派城啊，一个小城里保守住，就是因为这个张飞出了问题啊，喝酒喝醉了，得罪了吕布啊，结果就打起来了，那么笼得他一个人就逃跑了，啊，一个人逃跑，啊。那么后来孙权跟住在后边，嗯，那么逃跑怎么办呢？城也失掉了，兄弟也丢掉了，父家里的什么都整个丢掉了，这一个人跑出来，好难过呀，怎么办呢？那么孙权就出主意了，他说没有办法了，之后去只好去投曹操吧，啊，曹操在许都啊，那么从徐州的派城到许都是有一段路的，没有办法了，只好去投曹操，走到天黑了。啊，那么没有地方住，那么路边有一个房子，看到有一个灯光露出来，那么他就到这个人家去借住了，因为大家都认识他是个刘豫州，是个刘房叔，那么很有名堂的，
那么到了这个家里去，这个家里有一个青年就出来迎接他了，说你是谁呀、啊？那么他就老是不客气呀、啊，孙权就说这是刘方叔啊、他心里也觉得很高兴啊，没有想到刘方叔会到他的这个草棚里面来，这是一个打猎的人，打猎的人呐、啊，那山上生活很苦恼的，他家里只有三个人，一个老母亲跟他的太太，那么突然之间夜晚的时候，刘方叔来了，他没有菜，什么都没有，他虽然是打猎，当天没有打到什么野味。没有东西来给这个刘方叔吃，啊，多残忍呐！他把他的太太杀掉，啊，把他太太杀掉啊，把他太太的肉割下来啊，煮给刘方叔刘备吃。吃的时候，刘备就问呐、啊：“这是什么肉啊？西米巴啦，马根肉啊？”那个年轻人也是姓刘哎，还是你的姓刘人，啊、叫做刘安，想到了。这个刘安这个青年呢、啊、他就打望鱼片呢、啊、他说哦我是打猎的，这是狼肉，狼肉，他的太太的肉他跟这个刘备说是狼肉，那么当然他不能说是他把太太杀掉给他吃啊，这样他也吃不下去啊，那么他说是狼肉，哎他吃这个狼肉蛮好吃哎、那么大吃一顿把他吃饱了，吃饱了睡到天亮，天亮啊到后院去找马了，要走啊，马系在后边呢，早上去后边取马的时候，从厨房经过呀，才发现厨房里杀掉一个女人在那边，这个女人的这个两个手背的肉都割掉了，哦他心里好害怕呀，他就问这个刘安呐、啊、他说你怎么你厨房里杀掉一个人呐、啊，这刘安赶快就不得不就说出来了，他说我昨天晚上刘方叔来了，我没有东西给你吃啊，我就把我的太太杀掉了，把这肉煮给你吃啊，昨天晚上吃的狼肉实际上是人肉，哎呀你看着把太太杀掉还是狼肉呢，色狼，这个色狼还吃人呢，吃肉可怕，我当时看三国呀，看到这里我真是恶心想吐出来啊，好难过啊，当然刘备当时也是很难过很难过，但是没办法呀，一阵吃下去了，已经杀掉了，那么后来他跑到这个曹操那边去呀、啊、他把经过说明之后啊，而且也把这个吃狼肉的事情也跟曹操说过了，这个曹操听到这个刘安呐、啊、真是了不起呀、啊、他能够把太太杀掉来侍候这个刘备啊，那么就叫人呢送100两金子给他，100两金子杀掉一个太太得了100两金子啊、那个这个叫做明朝末的那个叫做什么金圣叹，金圣叹批的《三国演义》里面呢，他说嘿刘安得到这个100两银子啊，又可以娶了几个太太了啊，不过大家都会怕他给他拿来做菜啊，谁还敢借给他呢，如果再碰到刘备的话又杀来做菜了，呵呵，可怕，所以从前人呐、啊、简直不把人当人，不把这个女性当人，那可怕，看起来古代的人呐、啊、那实在是很可怜的，不但是一直女性是如此啊，到了光复之前，光复前跟光复初期啊，台湾一般的人呢、啊、虽然没有把太太杀掉给人吃啊，但是也是重男轻女的情况还是很普遍，那么一直到今天这个情况还是存在的，不过没有那么严重就好了啊，就是了，不过现在慢慢翻过来了，女权往上升了啊，现在女性啊都希望能够做首相做宰相，甚至还要做总统的啊，那么慢慢就高升起来了，总算是一件好事，不过太过也不好了啊，那么正是说因为说夜叉吃人肉，说到人吃人是可怕的情况啊，那么这个世间轮回生死可怕情况就是如此啊，这个武力史刚刚开始啊，我们今天只是讲到处处皆有李昧王良，夜叉恶鬼食贪人肉啊，彼此相视相残杀，这都是因为邪见而来，假如不是有邪见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以下的文字啊，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夏侯。